今天是2019年8月28号，我们是在义乌电山里羽环仓库进行装柜。这是瓦干达贸易公司第一个整柜的货物，出尼日利亚拉各斯，客人是 Akeni。啊，你看这是它的麦头，KBE Group。早上10点多开始装，现在是中午时间。这是我们的同事 Lucky 在装柜安排装柜。船公司走的是中远 Costco COSCO， 意义重大。这是我们瓦干达公司第一个柜子，希望后面越来越多的柜子。好，这边还有不少的货，就在这个角落。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够顺顺利利，越做越好。哦，你看这个装卸功能还闻着松，好酷嘞！Lucky， 来亮个相。Yeah.